幔柱是地幔内的热上升流物质柱，被认为会驱动热点的火山活动，并可能有助于板块构造。它们被认为起源于地幔深处，那里的热量驱动物质的对流，导致雨流向地球表面上升。当地幔柱到达地壳时，它会引起火山活动，导致火山岛如夏威夷或火山链如夏威夷皇帝海山链的形成。地幔柱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科学争论的话题。一些地质学家提出了不涉及地幔柱的热点火山活动的替代解释。然而，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地幔柱在热点火山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。他们的研究为了解地幔的动力学和演化提供了重要见解。总之，地幔柱是地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，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塑造地球的过程，并提供有关地球深处的重要线索。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充分了解地幔柱的性质和动力学，但它们的研究继续为我们星球的运作提供重要的见解。